林木杰与卢南军两大气质名媛今日出席保养品牌新品上市记者会，分享身心灵平衡的保养哲学。卢南军更爆料，每次闺蜜旅行都无法真正放松的原因。旅行的时候没有哎，旅行的时候很忙，这也是一种疗愈，这也是一种疗愈啊。对，回到房间我们就已经各自昏倒了，真的。可能旅行的时候没有办法放松。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想说，应该可以放松。结果出去本来更累，就是说我们要来一趟放松、自我放逐之旅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们来的时候是。而林木杰身为两个孩子的妈，一点也看不出来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。两位也在现场透露肌肤保养的小撇步。我觉得木杰一定比我更忙碌，因为他还有三个孩子。是。对，然后他又有自己的事业。是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需要的配方是快很久。哦。没错。所以我推荐他那个奥义精华。哦。新生奥义精华是吧？因为其实奥义精华就是它也可以提升你的皮肤免疫力，然后你只要擦一个珍珠大小的 size， 然后可以整个按摩全脸，这样就是立刻搞定了。对，他讲话好有说服力哦。刚刚木姐一直很好，因为我知道妈妈，因为我其实没有自己没有小孩，所以我跟妈妈相处的时候，我都知道妈妈其实真的很忙。是，妈妈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休息在那边 relax 一点，就是真的就是快很准。对，所以有时间的时候要赶快保养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是要对自己很好，所以你还是得保养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